眉毛，我都露眉毛，就露这么一点，能发现吗？嗨，好快呀！我 BGM 还没有找，晚上好。有这么一点点，今天我用了新的口红。晚上好，晚上好。今天，来你，我也不是不说，我说啊，今天就是我把嘴唇画厚了一点点，就是有发现，因为我觉得自己。Hello。晚上好呀，今天就是说现在是那就开到12点，对，今天浅播一下，对，刚回中戏浅播一下，对，就是说正常作息哈，正常作息就是人腰不行了，不是黑眼圈，哎呀，黑眼圈也是个问题，哎，就是说谢谢金湖妈妈的奶茶，什么名字，对，就是黑眼圈，哎，但是这样看还挺好，你们知道吗，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外面那个后台的那个镜子搞得我黑眼圈很明显，对呀、啊，这样就看不出黑眼圈，这样看我的脸还就是我的黑眼圈还挺白的，光线问题确实不行吗，我不能对着没人说吗，啊 MC 微笑标兵，我 MC 干嘛了，哦哦，对 ，MC 我在干嘛？谢谢送的奶茶 ，MC 我在发呆，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晚上好，尴尬了，对，就是好久没有，就是好久没有那个 MC 站在中间了，就是说，谢谢送的奶茶，就是好久那个 MC 没有站在中间了，就是不知道中间该就是该干什么，我在微笑我也不知道，对，我当时你知道当时我在等，哦，我在等那个爷，对，我在等那个爷，然后结果就是没有人说话了，怎么就没有人说话了呢，然后我也不知道到就是在等爷，对，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干嘛了，笑死我，哎，也没有在摸鱼表，我明明在很认真的听讲，对，我明明在就在等爷，就是没有人爷，对，一般我都是带头爷的那个，对，我都是带头鼓掌的那一个，对，就是我总感觉就是后面就是有什么要接什么环节，但是好像又没有，对，然后就到我了，奇怪，谢谢送的奶茶，怪谁，怪谁呢，怪你们没有爷，谢谢送的玫瑰花，谢谢送的奶茶，对，都怪你们，对啊，不提醒我，你们下一次就是 MC 的时候，对，就是大家就是要给力一点，对，哈喽晚上好，就是不管是现场的还是直播看直播的都要就是每个人说完叫爷，对，就鼓掌，对，鼓掌，然后就提醒一下该到下一个人了，对呀、啊、你大家是没有爷吗啊笑死对，像特别是就是别人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我的话，对，希望大家就是捧场一点，对，捧一下我的场，捧一下公主的场，对，我忘记就爷一下，哦，然后我就知道到我了，对
笑死。哦，我想起来了，好像是当时是这样子的。今天是，对，今天是小恶魔，今天是王子写那个 MC 站位，对，然后他写的是，贵梁宁，他这样写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梁是谁？然后他说梁桥。我说你不会写桥字吗？然后我说啊，那第一排就站满了。然后后面是那个，后面是就是要助演的成员。对，然后第一排就站满了，因为我想站第一排，因为第一排可以早点下去，我腰站不了那么久。然后到了第二排，我晕了。不是下去摸鱼好吧，这个是就是真的站不了那么久，真的。对，我这个让我想到了，好像也没有下去拍抖音，我下去写生柱好吧。动作有点别扭，我晕，这都看出来了，我的天哪。对啊，我就觉得就是 MC 就可以做，就是后面两排就或许就是可以，就是第一排讲完了就讲到最后一个人再上去。对，真的，我真的站不久。我出道的时候，我永远记得我出道那一天，我永远记得我出道那一天，跳完前四首歌，我在第二排第一个，然后跳完前四首歌，然后出道就是大家喊扣就很热情，然后就是大家讲的也很长，然后我在第二排第一个，我站麻了，我的天，真的我脚站麻了。对，然后我第二次就是脚麻的时候，晚上好，我第二次脚麻的时候是第一次上八班公演，对，就是偶然第一场公演的时候，谢谢送的巧克力。然后我第二次脚麻是八班公演，因为就是你们知道吧，就是我从就不说偶然吧，就是说三角，对，说 Z 队，我每次的 unit 都是不是第一个就是第二个，就总是在第一排的。对，然后八班的话就是那个 unit 在后面了，然后就得站后面，要不然前面人得换衣服，然后我站最后一排，我感觉我人要升天了。对啊，真的叮咚还挺好。我之前就是我换那个 unit 的时候，我跳一点点的时候，我站最后一排，我不仅脚麻，我脸也麻，笑死。对，就是整个人就是一个麻住的状态。军训现场，确实，对，就是全身都麻，就是你们知道，就是脚麻是那种，就是脚冷，然后麻到麻下半身全整个一个麻住，脊椎有问题吗？不知道。微笑不用用，微笑，哎，这是一门学问，这是一门学问，哎呀，就是说，对，整个麻，就是，对，冷麻，你们知道那个，就是苹果有一个那个冷笑的那个表情吗？就是那个龇牙笑，然后是那个蓝脸，然后冰块在旁边，就是。对，就那个，对，就这个冷笑，对，为什么脸麻？就是因为就是脚麻是冷，就是冷麻的感觉，然后冷到上身，然后从脚，然后一直冷到上面，对，就是全身都麻掉的感觉，知道吗？就是那种感觉。晚上好，广州不冷，我的心冷。笑死。对，广州不冷，但是我很冷。
懂吗？就是全身冷了之后，然后心也会跟着冷，对，就是很绝望，知道吗？就是那种绝望的感觉。哎呦，不懂吧？哎呦，就是年轻人不懂我们过来的人，我们过来人就是身体冷，心也冷，笑死。谢谢送的玫瑰花，让我心暖了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哎呀，对，然后我说到哪了？我的天啊！对，哦，对，然后就他，然后王子就把就是助演的人都写完了，然后我在想，怎么还没到我？然后我说。你先写我，先写我，对，我说先写我，先写我，然后他就先写我，他说他，然后他这样问我，对，很有意思，这个人就每次就问你叫什么，他每次就是近在眼前的人就问你叫什么，对，然后我说你猜我叫什么，然后他说哦哇，然后他就终于写了我，对，笑死。这个人不要来尬，不要来尬，别来尬我。对，然后他终于写了，就是写第二排。对，我的极限，对，极限就是在第二排，第三排真的不行。第三排，我现在学聪明了，对，我学聪明了。第三排我就先下去，到第二排最后一个人说完，我再上来，要不然人要站傻了。笑死，真的好离谱。年后公演虽然不知道，但是不出意外的话我必学叮当。对，我不要站后面，不要站，我要站第一排，对，我要站第一排。笑死，第一，哦对，第一排还有一个那个就是有好有坏，对，好处就是可以就是早点下去，坏处就是公演前就是忘记看那个 MC 话题是什么，然后到台上才知道 MC 话题，然后你还是第一个，就上一次是什么话题来着，我忘记了。然后瑞子上台前才说，我问他，我说是什么 MC， 然后他说是什么什么，然后就很难讲，然后想不出，但是第一个就是我了，我就整个人就是很焦灼，笑死。对啊，我都是一句流的，我的天，特别是 MC， 之前 MC 催得很急，对，大家催得很急，特别是大 MC， 然后就说不能说他说的很久。然后我都说的很快，我都一句流，对，咱们就是一句话的一句冷笑话。谢谢荧光吧，不知道讲什么给大家笑一个，也不是不可以，下一次就这样吧。谢谢宋荧光，下一次就是如果有那种什么说一下你的尴尬瞬间，对，谢谢奶茶，就是说什么说一下就是。近期有什么尴尬瞬间，然后我一上来就现在就挺尴尬，然后说谢谢大家，我已经讲完了。笑死，晚上好，干嘛，这个不尴尬吗？这个不尴尬，就给大家现尬一段，对，现尬一段，笑死。哎，上一次好像确实就是这个话题，好像是吧？是吗？是这个话题，好像就是那个，就是那次，是吧？我有时候笑得很尬，你说我的绝美笑容很尬，我记住了。经常有类似话题吗？好像上一次我想不出的就是这个，就
就是这个。对，因为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那个特别尴尬的瞬间，就是只要我不尴尬，尴尬就是别人，但是我不尬。对，我上次说的好像就是那个，说我在学校那个，在学校那个上课，就是那个，就是这个那个事情。先停，现在你这个表情就不尬，你应该换那个冷笑的那个表情。什么跟陈鸿宇学？我的天啊，陈鸿宇这个人真的，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典型的那种，需要你的时候，需要你的时候理你一下，不需要你了就人间蒸发。对，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水瓶座跟他这样。不然呢？我觉得就是回复，就是互相回复信息是基本的礼貌，水瓶座都这样，是吗？你知道今天我每次都回得很快，对，你知道就是他今天来问我，他问我在干嘛，我说我在公演，然后他说你可以叫一下，就是你可以帮我叫一下杨圆圆前辈吗？我说干嘛？他在我旁边，你说。然后他说你可以让前辈看一下手机吗？我在想为什么不叫我前辈，然后我想着哦，好像是我让他不要叫我前辈，笑死，绝了。对，然后我说你就不能直接跟我说，我跟他说嘛，然后不理了，对，不说话了。然后我叫杨元，哦对，然后我叫杨元加了他，然后他就说就是让杨元帮他带练信，笑死了。什么叫我不一样？我怎么不一样了？他不是，对啊，就是，然后。哦对，他原先就是一直什么，他也就敢欺负我，谁敢欺负我。对，然后还有就是原先我说就是我喜欢玩剧本杀，然后他又记着了。对，我只是随口一说。对，就是咱们就是说一个那个，就是随口一说，对，意思就是假装意思，没想到他当真了。对，我就是假装一直说，哎，回广州就是有空一起约本啊。对，就是随口一说嘛，我的天，他记得，他每天都来问我一遍，今天去玩吗？哪里？他说今天去吗？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每天晚上，好离谱啊！晚上大家都是就是谁像他不睡觉啊？真是晚上不要睡觉嘛，晚上不要排练嘛，对，晚上不要排练嘛。然后就算不睡觉，就是也要努力让自己睡着，虽然我睡不着，对，但是会头痛。然后他从星期一开始，对，就从上海回来，就从这个星期一开始，他问我去吗？现在，然后我就问号，就是那种晚上8点9点给我发消息说去吗？然后大概中午或者下午这样跟我说去吗？然后我4-5点才起床，然后我说为什么就是这么急吗？这么急吗？笑死！我原先说就是星期二可能，但是一般这种约去玩，就比如说我星期一约，我可能约星期四、星期五，谁约当天啊？我的天啊！笑死了。对，然后还说我在房间发太阳不理他，我的天，他那个消息让我怎么回？
对呀、啊，他这叫他就是去吗？走吗？晕倒。对，哦对，然后当时因为居恩的排练是在星一星二，然后 Z 的排练是在星三星四，因为舞蹈教室不够用，然后就是这样错开嘛，然后正好我们两个人时间就是错开的，对。然后之前我原来说24号回家，然后他就是你知道吧，就是他又不发语音，就是又不跟我说，就是说的清楚一点，然后他就是他的那个说话方式就是两个字，就一个问号，然后就是这么急着走，然后就是说什么。这么急着回去干嘛？然后对，就反正就是这种疑问，然后我也很疑惑，我说回家过年，我还怎么样？对呀、啊，好无语，笑死我了。然后我说我想我妈了，不行吗？就是不理解，对，我不理解，我不理解他什么意思。然后他说不在广州玩一下，我说疫情你想去哪玩？笑死。对呀、啊、我也就不想理他知道吧，但是我还是回了，然后我你看我就是我很有礼貌的，就是有来有往嘛，对，我很有礼貌回他。哦，然后他就开始失踪了，对，他开始人间蒸发，对，他开始不理我，对，他开始不理我，然后跑去我房间说在房间发太阳不回我消息，你这让我怎么理啊？我明明是我跟他说了他不理我先好吧，他割我一天的消息，真是无语了。对，割我一天的消息，还说我就那几个小时没回他，说我不回他，真无语。尬是怎样？确实挺尬的，对。然后好了，我二十四号在广州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留一天，我陪你玩一天，我再回去。然后他不理我。他割我两天，素质差吧，好差呀，素质，真是，对，他不理我。然后下一条消息是，今天去玩去，他看不到我说24号吗？请问一下，对。谢谢送的奶茶，真无语。我不理解，对，我真的不理解，我不理解他的脑回路。对，我很无语，知道吧？但是，我知道，现卡吗？现在呢？哪啊？现在好了，刚刚从哪里卡的呀？我刚说到哪儿？你们听到哪儿？
光看嘴无语。我刚说了哦，对，我说今天公演他给我发消息的时候，我都怕他现在约我去剧本杀。然后我当时回他在公演的时候，我在想我原本想昨天约他去剧本杀的，但是呢我知道剧队在公演，所以我就非常好心的没有约他。对。是吧，我非常的就是知道他在干嘛，但是他就不知道，虽然他可能也知道吧。对，数字对比，笑死。虽然我不知道他看到我说24号去玩的消息了吗，但是这个星期已经过完了，他也约不到了，他也就只能那一天了。对，笑死。然后哦，对，还有一个很无语，他还那个抖音，他还抖音艾特我，他抖音艾特我那个长龙的那个过山车，我不知道他是真的想去玩呢，还是在尬我。是我不懂了。笑死，是不是又卡了？哎呀，把我给气的呀，我真的非常着急。没有，我就是在干嘛？在认真听我讲故事。怎么回事？对，去拍那个，其实我半夜拍了他两次。笑死，在吃宵夜宵，羡慕。羡慕，我也想吃点东西，但是没有东西吃。我真的觉得我好害怕过年回去我会暴饮暴食晕倒。因为我发现好像这个星期我就已经开始暴饮暴食了。衣服换，那不至于。对啊，就是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感觉就是这个星期已经开始一个那个放假的状态了，成差来了，那不至于哈，不至于差来了。其实还好，也就是之前也就是从 M 受到了 S 而已，叉 S 就算了，叉 S 骨架不允许，对，骨头不允许， S 还是可以积极的。什么，无语了，笑死我。那个我记得我之前的那个公演服都是做的 M 嘛，然后我当时穿上我自己都震惊，对，就是三角的衣服，我很容易肿的，对，然后我当时很震惊，我说我的衣服这么大，然后我记得好像是去年总选，对，去年总选那一套做的好大，我天啊，当时就是那次穿的时候，因为他说是按以前的那个尺码表来做的嘛，然后我那个衣服大的离谱，我说这个大是什么意思呢？是我整体缩水了吗？然后就我就很不解，对，不理解。我可以一两个星期可以瘦个10斤8斤的，对，但是胖的也很快。
就是会肿，对，主要是会肿。对啊，这么绝食也不是绝食，就是吃少一点，吃少一点，笑死，没有绝食，只是吃少一点，对，少一点，总会差很多的，会的。看，其实还是能优点看，上半身可以看出。M 也不至于，对，我会，还是会，还是会，就是会运动一下，笑死我。就是回去后就跟我妈每天就是晚上出去散步，跟在广场上跳广场舞。对，你们知道就是我们就是桂林有很多那种就是那种湖啊河啊那种小广场小公园哈，就全是跳广场舞的，什么品种都有。对，什么品种都有，就是自己录一下不行，我在跳不行，录不到了，恕我无能为力哈。就是我在跳，我妈也在跳，我妈也录不了，就是没有人录，就是有没有路人，有没有好心路人，没有，笑死。对，我决定就是说。哪天就有事儿没事儿，我去就是去开个班，对，反正就是又不用那种什么场地费，对，就在那公园找个小角落，对，开个班，对，先要统一衣服，然后每天就是到了七点半的时候还要点名，对，点名哪家阿姨还没有来，是不是吃饭吃多了，对，还有那个阿姨的老伴没来。还要跳那个交际舞，对，好多呢。然后今天跳什么？对，就是还有很多班，对，就是7:30到8:30是那个民舞班，8:30到9:30，哦，周一的7:30到8:30是那个民舞班，然后8:30到9:30是那个古典舞班，然后周二1、3、5是一样，然后周二7:30到8:30是那个拉丁舞，对，然后8:30、9:30就是 K-pop 跳韩舞，对，咱们就是说什么舞种都有哈，对，什么舞种都有。公演班在周末1、3、5和2、4、6周日公演班，对，周日啊，日系当然周日。笑死，对，周日是那个四八班，对，有没有那个48的？对，阿姨们，还有那个阿姨叔叔们，对，有没有48的？对，爱甜妹集合了，对，咱们就是都开一下，对，然后还有就是那种。然后这是晚上的那个广场舞哈，对，然后早上就没事的时候就睡个懒觉，给自己心情放个假，就是从下午2点开始，2点到4点就是教小朋友，对，就是欢迎。6到12岁的就是小朋友，对，过来学跳舞，对，什么都可以学那个什么，就是13，我整周末哈，周末就是说从周六吧，周六一个。民舞和古典嘛，对，民舞和古典。周日跳芭蕾，周日跳芭蕾和那个
就是最后十分钟，最后十分钟学一个那个成品的那个四八的舞蹈哈。对，成品四八舞蹈。对，想学什么？从三角函数先开始学吧。对，一首一首学，一个学期就教一首歌。对，哇哦，谢谢。我想喂凉凉凉的液体，干嘛？难道要学液体吗？小朋友不可以，小朋友还没有成年，没有成年不能跳液体先，就是说。夜蝶就是等之后吧，等那个十二岁的小朋友就上，起码上初中再夜蝶吧。对，小学太离谱了，这个思想很危险。对，思想很危险，就是初中，咱们就是说从初中开始那个，就是认识双人舞，认识双人舞蹈。对，初中可以就是打一点基础。对。然后高中咱们就是在慢慢的那个逐步渐进哈，就是不要一下子就搞那么强度那么大的，什么一下强度不要那么大好吧？婚礼不行，婚礼起码年满22岁哈，法定结婚年龄才能跳婚礼哈。我的朋友，我在培养，我怎么了？我没有跳好吧？我没有跳。对，就是没多少，当然要成年以后。对，成年以后，高中吧，高中。对，高中成年之后再想这种有的没的，就先不要想这种除那个可爱系以外，除日系以外的东西。对，先把那个就是这个叫什么可爱风拿捏住。对，咱们就是说小学初中把可爱风拿捏住，然后高中再慢慢分化一下调系，还是那个什么那个帅系。对，就是咱们就再分化一下，高中再分化一下。对，搓火球就是幼儿园必备表演节目。对，笑，怎么爆什么表情，我的天。没想到那当然，高中文理一样的呀，文理就是分刮花，这不一样吗？这很合理啊，这不合理吗？啊，59了啊，我天，59了。那我现在要干嘛？现在来倒数。现在倒数，笑死！我跟你们说，我今天在后台看那个，就是拍那个抖音的时候，然后我发现那个舞我基本上都会跳了，笑死！晚上好，12点了。对，今天是1月23日0:00，早上好。今天是我工作的最后一天，今天是我流年工作的最后一天，给大家拜个早年。对，这个要精确一点，流年。什么数就不好，就是在给大家就是报时嘛，是吧？对，今年哦，不是，今天有特殊公演，我们流年最后一场公演啦，流年最后一场特殊全团特殊公演。对，流年。现在也是还没有到虎年，2月1日，要是不快进，因为我准备今天晚上就是自己搞个头，就是在明天公演结束，对，我看一下我的头发能不能上色，对，上一些奇怪的颜色，对。就是过
就是说过年了，对，过年了，就是回归，回归非主流，不是上一些扣钱的颜色，对，上一些扣钱的颜色，嗯，也不会回去被打吧，回去只在家面而已，在家还好呢，也就是不就是回去给我妈说说嘛，就是说一说没有关系。不会，也不会打吧，就是只是说说而已，对，就是哎呀，都听了20多年了，再听这一会儿也不爱，不打紧，对，反正不扣钱，确实确实。你说今天声带环节，就练性环节，我天，给我搞得都掐人中了，快点救命。就2022年才几场公演，对，就要扣2场公演的钱，晕倒。刚加完班，天啊，好辛苦，辛苦了，辛苦了。什么？我其实我妈其实也不会打我。我记得我之前就是染那个蓝色头发的时候，我妈还说，要不你下次就染个黄头发吧，虽然我不知道他是真的真心这么觉得还是在阴阳怪气我。没有在阴阳怪气吧，那因为那一次我染蓝色头发的时候，他就在我旁边，就是他看着我染的，对，然后他还说，哎，这个颜色挺好看的，对，没有阴阳怪气，是真的，他当时真的是真心的祝福我，不是真心的夸赞我，对，真心夸赞我说我的蓝色的头发很好看，对，然后就是我当时漂头发了，然后漂的那个头发就是金黄色，就一个金毛狮子，对，然后他说要不你就这个颜色，然后我当时就是还是很，就是说我那时候就是还是很听话的，对，还是一个小小后辈，就是一个还是个小小后辈，我说啊不行，这个颜色回去姐姐肯定不让我上公演的，对，当时就那个全黄，一个大黄头，对，然后我妈说，哎呀，那你以后退团的时候染吧，对，现在染。先染再说，对，先染再说，现在滑了，对，姐姐就是求，对，就是说，哎呀，就是过一个年嘛，对，就是过一个年嘛，就是哎呀，不想让我头发要坏掉了。哎，就这样子，再让我坚持个几次，马上就是时间过得很快的，哎呀，我就是姐姐不看，姐姐不看口袋，姐姐不看什么，姐姐不知道，对。笑死，那是我们姐，现在就是姐姐很好说话，对，对，我已经贿赂结束了，就是我们姐姐想去桂林了，我说桂林来找我，对，桂林来找我，对，咱们就说一个一个让他就是欠我一点什么，然后让不好意思跟我发脾气，对，包吃包住吗？可以包吃一餐，住的话就算了，报我名字吃饭打折吗？好像确实没有饭馆好，或许你可以去叉叉酒店，去叉叉酒店吃饭的话，就是看那个服务员哈，就是看那个服务员，就是你就跟他提一嘴我的名字，看看他认不认识我。如果你没碰到就算了，如果你碰到正好碰到我朋友，那说不定真的可以打折，但是就是这个几率就是很低的，对。
笑死。哎，桂林物价很便宜的了，我相信你们都吃得起的。对，相信你们都吃得起的。哪有广州，广州太贵了，广州真的吃不起，广州真的活不下去啊，在广州活不下去。对啊，桂林米粉，广州桂林米粉多少钱？广州桂林米粉20多块钱一碗，我天啊，20多块钱在桂林可以吃五碗了，真可怕。就是20块钱你能在桂林活两天。对啊，桂林4-5块钱一碗米粉。对啊，不止食堂，外面也这么便宜，都是4-5块钱一碗米粉，15块钱可以吃饱了。对，10块钱，我的天，10块钱你可以加各种料，什么什么给自己加个蛋啊，加根油条啊，喝杯豆浆啊，10块钱通通搞定，好吧？对吧？是吧，物价很低，所以我就是只能在，就是我的工资只能在桂林活得下去。对，在桂林我是富婆，来广州我就不是了，是吧？所以不要说什么富婆，确实是只在桂林是富婆。笑死，富婆，对，负债累累的富。广州12块钱哪有，我吃的桂林米粉都是22开头的，好吧？什么小不对称，不可能。没歪，我说没歪就是没歪，是你们眼睛斜。这样就不歪了。你们眼睛看人，你们斜眼看人歪。我没有歪。是你们斜眼看人歪。我保持，我才不保持，现在已经12:09了，咱们就是一个，我们12:12吧，我们12:12下吧，怎么样？这个是不是一个好数字？双十二是什么节？双十二什么节都不是，四八太久了。哦，好的。那就12:12下，购物节，对。什么天生的睡觉没有只仰卧，也可以趴着不是？我们是上半夜往左趴，往左卧，下半夜往右卧，对，对称吧。简直没睡着，无语。对，我们就是这个时间也要对称，是的。笑死。哎呦呦，我晕。流年最后一年一天，你在想啥呢？醒醒，你是不是睡着了？今天是流年最后一天吗？半分钟倒计时，只有半分钟了吗？那我来倒计时，我就数十个数。我就数十个数，10、9
八七六，谢谢你的奶茶。五四三二一，莹莹，拜拜，晚安，晚安，拜拜。